龙岗，或者甚至有没有可能再出现一个宁德时代？技术转移是不能靠黄牛去转移的，既有科学家的底色，企业家的精神。创业很多东西就是说无中生有嘛，你们在这个过程中你焦虑吗？或者刘科院士焦虑吗？其实焦虑其实不一定是坏事，从一个科学家的身份转化成一个企业家的角色，在资本市场打交道中会遇到一些坎坷。时代的尘埃真的对微观层面产生影响太大，你要知道你的边界在哪。合理的焦虑是让这件事情向上发展的一个压力值吧。也许大家就倒在了这个过程中，但是没有关系，因为我们不断的就是探索未知。对谈是观察这个时代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以往我总是以媒体人、写作者、制片人、策展人、创意人的身份去探寻这个世界更多的可能性，但这一次我希望自己是一个对谈者，以个体对话，与城市对策，与时代对视，在对话中微观个体在社会变动中的轨迹，在对策中宏观城市发展演变的规律，在对视中纵观时代变革的未来趋势。我希望可以在这个被信息洪流包裹着的世界中打开一个窗口，以六位卓识之士一起对话、对策、对视，立足龙岗，观察城市，解读时代。我甚至觉得深圳最大的明星不是政治家，也不是那些演艺明星，不是歌唱家，不是体育运动员，更多的真的是企业家。我们诞生很多人。企业家精神的话，就是使命感。我做这件事情，我要为社会带来什么？我要为我这片土地带来什么？我要为人类带来什么？丹丹，今天怎么有点紧张啊？你们对企业家的要求实在太高了。你到底是想做一个生意赚很多钱养家，还是说你真的想做一个很大的事业，你有一些更远大的追求，你想把一些技术推向世界？创业决心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拉开一些距离了。正是因为有企业家有创新，我才觉得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生活这么有活力，我们都有一个奔头，都有一个未来。对未来的预期有信心吗？杨老师，哎，怎么？啊，你今天穿的，我以为你一直是穿的那种西装的。他们告诉我穿那个破罗衫吗？这样也很好，对吧？怎么舒服怎么来。对。刘院士呢？他是学化学出身的，他学化学以外的，从社会学的角度，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这种学科交叉的思维来思考这个他的教学、他的科研或城市、国家运转的一些体系，所以它是一个既有很强大的这个企业家思维的科学家，又拥有非常强大的这个科研能力的一个企业家。在美国已经非常的得到认同度已经非常好，已经过上很高品质的生活了，在这个时候能够敢于回国去从头开始创业，帮国家建立国家级的研究机构、国际级的研究机构，我觉得还的确是有一种侠的那样的概念。杨老师，是什么样的机缘呢，想让您来到了深圳？是不是因为南方科技大学有这么一个平台，还是因为这城市本身呢？
其实有时候人生也有很多偶然。我来深圳呢两个原因，你看我当时2010年回国创这个 NICE， 那刚好那个北大的副校长陈十一回国创立的北大工学，那么后来他就来深圳当南方科技大学的校长，所以我们在北京呢比较了解，因为深圳当时需要吸引这个海外人才回来，就问我要不要来，这是一个因素。那么另外一个因素呢，可能大家知道，这2015年的冬天，北京正是雾霾最严重的时候，对吧？因为我们在跨国公司也工作了这么多年，我们有些新的想法，可能将来对中国治理雾霾啊、治理空气污染、清洁能源都有一些好的想法，就想自己出来高科技公司想创业嘛。那刚好我觉得时间选得巧，就是我记得2016年的元旦到了深圳，在冬天那会儿，你从北京飞到深圳是完全感觉两个不同的感觉。我是第一次到深圳，那么突然就感觉这40年来这么一个现代化的城市，而且看着很年轻的一个城市，朝气蓬勃。对，而且当时呢，确实深圳呢也对人才、对整个这个大学教育，包括办南开大有很多的支持，动心了。一来就是被触动了，下了决心。其实是很偶然的，我在从离开北京没有这个，下这个决心，但是完了5月1号我就整个把家就搬到深圳了。对，所以说您来深圳好像有偶然，但是我觉得有必然。那它的必然在哪里？在就是深港，它对资本、对人才、对技术，它有天然的吸纳能力。对，关注到您在美国30多年，除了留美读书，后来就埃克森美孚联合技术公司，又在了著名的通用电气。而且每段的经历都最少都5年以上，我这种比较长时间的沉浸式的工作观察啊，我觉得可能就把比较国际化的一些工作理念啦、等等可能沉淀得更深一点。我记得当时一个很重要的理念，我在记忆学，他说我们记忆公司说创新有两种，一种叫 technology driven， 一种叫 market pull。产业的追尾就是你先搞技术研发，对，把成果搞完以后再想办法找人去转化。那么另外一个就是 marketing pool， 对，市场有什么问题，对，你们很快反馈回来，你们去解决它的问题。嗯，那么后来大家统计了就发现，这个研发的这两种理念下 marketing pool 的成功概率远远高于 technology driven。 为什么这个能成功呢？我后来发现这个其实有点像这个在科研领域的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我来到深圳以后，我的感觉就是这个也许是有意无意的，深圳就走了这个 marketing pool 这条路。那它就是我的问题就来源于市场，我一旦解决了马上就可以产业化。对，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深圳在这块呢应该走到了全中国的前边。嗯，那么这个其实这种理念呢是跟我们在跨国公司当时做技术研发的时候是不约而同的。嗯，对吧？因为计划的东西有时候实际上你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很聪明，但是计划的东西就像我以前举个例子，我说100年前我们记忆创始人爱迪生，他爱迪生规划的很多东西最后是没成功的。嗯，我说聪明如爱迪生的人都没法规划，那我们不可能比爱迪生规划的更好。嗯，但是反过来我市场有什么技术需求我马上就定位去做，这是两种做创新做研发的一种理念。那么用我们南科大的话就有创智、创新、创业。嗯，什么叫创智？创智是 create knowledge， 产生知识，砸了钱产生知识写到文章，一旦写成文章以后就变成人类共有的知识，你就没法卡别人脖子了。嗯，知道吧？任何文章一发表以后，记住那是科学。那什么叫创新呢？在科技领域里面的创新 innovation 这个词暗含着一种把知识转化为有用的技术的过程，就 turning knowledge into useful technology。 那这会儿就知识产权了，有知识产权，写文章的时候没有知识产权的。所以科学是没国界的，但是技术是有国界的。嗯，对吧？科学是没有知识产权的，但是技术是有知识产权的。这就叫创新，实际上就是把知识转化为技术的过程。那什么创业呢？把这些有用的技术再转化为产品和财富，就创业的过程。嗯，那么有了这个钱以后，大家再投回技术研究，再投回工业研究，有些人叫应用研究，人类社会实际上就是在创知、创新、创业，嗯，形成一个循环性的一个生态，这个三维中。
对，螺旋上升的。您作为南方科技大学的创新创业学院的院长，从您的技术的禀赋和沉淀，能不能给龙岗在哪些领域能做一些开拓，做一些您合作意愿比较深的一些方面呢？能不能讲一讲？这两年可能这个深圳谈碳中和多一点。其实我们在12年前我们就把这个作为怎么发展低碳工业，低碳能源，就在讨论。那么这一块我相信跟龙岗有很多的这个共鸣点。您说合作是偏研究还是偏产业？都有，都有。这个我们做能源的也很重要，一个叫全生命周期。那么这个理念就是，比如说我要考虑这个楼就是100年后不能用，它能不能回收，对对吧，嗯，因为钢筋水泥是很难回收的，钢筋水泥是很难生物降解的。早些年我们用钢筋水泥是因为它便宜，但是在今天的中国的钢产量到现在这个程度了，其实钢结构的建筑和钢筋水泥有点差别，差别不是太大了。但是有个好处，钢结构的它可以回收的，它回收大不了回楼，我重新炼钢。但是钢筋水泥就这个现在到目前全世界还很难有回收，成本太高。对吧？所以这块其实我们本身呢，就跟建科院，我们搞建筑设计团队和搞能源的团队，我们不断的去在头脑风暴，产生一些新的思想，然后先在这个利用未来大厦来示范，示范成功以后，我们再去在全国推广。那么这个我本身我觉得龙岗就是在未来的城市绿色建筑这一块，不光引领龙岗，引领深圳，甚至引领世界。从国家的经济发展来讲的话，双碳是未来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向。那么下来房产这一块经济靠什么来补呢？我认为只有靠能源的转型和碳中和这个大的题材，才能够把房地产和钢筋水泥的这一块的下降能够补充上来。因为其他领域呢能补，但是量体量不够，比如搞游戏啊，搞什么互联网啊，甚至生物医药，它都是应该发展的。但是呢，你相比现在我们的房地产和这个基础设施钢筋水泥的这个 GDP， 它那些量还是比较小的。那么只有能源的转型这一块才有足够的体量。这些你可能都不知道这是什么、啊，烤一下梨。这是不是红薯是吧？哎，我不知道，这是红薯，这是红薯。我还知道的，这是豆角，这都该摘了，不摘就老了。不老了，它就可以变成种子了，变豆子了。对，你看它这个加竹炭，它这个是不是跟你们的有关系？我们的这个材料跟它这个竹炭有点像，但是比它便宜。这个竹炭是比较贵的。这是什么？你知道吗？这应该玉米吧？啥都懂啊。这是玉米，对。我还是懂的，我这个经常我们去做各种大田实验，我们跟那个山东农科院做了7G的大田实验，就我们那个叫微量元素矿物质有机肥。回到我们原来的话题，像深圳国际碳城，包括未来大厦，我们都是在做技术的领导意义，做很多示范新的东西，对吧？这是第一个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这个双碳的核心是能源的转型，我完全同意。低碳的将来是未来万亿级的产业，但是你仔细看碳中和最后实际上就是分三个层面。一个层面是怎么让 supply 阶段，就是让尽量能源电是由风能太阳来发，而不是烧煤去发，这是第一个阶段。那么第二个阶段呢，是在利用端尽量节能减排，是的，我们更有效的建筑，我们用更少的电能达到同样的舒适程度。那么第三个就是碳中和不等于不能放碳，是放出去的碳和地球吸回来的碳能够平衡，跟我的土壤治理结合起来。我如果能把沙漠、把野碱地、把板结的土地，让原来不长绿色的，通过我们的土壤治理技术，能够让它长出更多的绿色，那你每年长100万吨的绿色出来，就会吸几十万吨的二氧化碳回来。是啊，是啊，是啊。个人觉得这个低碳城和未来大厦更多的是在第二块，就是应用端怎么能够节能减排，我尽量的用少的电做到同样的那个。另外一点，怎么充分利用建筑物周围的太阳能和风能资源，
我们把最好的些节能减排的技术、绿色技术、双碳技术，利用它这几十平方公里，能够把它示范开，把一些概念能示范开。那么这个它不光是一个技术，最后管理模式，对吧？社会一个系统工程。我突然有一个滋生出另外一个问题，因为您是学化学的，对，然后您又研究土壤，您又是南方科技大学创新创业学院，然后讲创新创业，我觉得土壤也很重要，对吧？比如说我们现在发现技术转化为产业，产业往市场里面去走，这个过程中感觉它的效率并不是那么理想啊，就这个过程中的难度是什么，有没有值得去改善，尤其这个对我们深圳乃至国家哈，在创新创业创意领域里面，我觉得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启发。我们在这个创新型国家建立的过程中，怎么提高我们技术转化的效率，对吧？对，我们投了很多钱搞科研，但是这些科研最后转化成为生产力的这个比例就已经做得不错了，但是我觉得个人觉得还有很多的这个改进的余地。这个早些年呢，我听了这个斯坦福大学原来的校长叫 John Hennis 的一句话，他说 Technology transfer is not technology transfer but people transfer。 这个每个单词都很容易你都可以理解，所以技术转移不是技术转移而是人的转移。但到底怎么理解这个，结合到包括我来做这个创新创业学院，其实我后来发现我研究了很多成果出来，我即使把这一套东西写得再仔细，给你一套的纸交给你任何一个技术转移中心，你是没法成功的。怎么才能成功？成功实际上不是说转移这一堆子和技术，是要把人转移出去。这个人转移什么概念呢？就是说我可能一辈子带100个博士，可能90个只能做工程师，但是有10个他既对懂技术又懂管理又善于创业的，那把这批人培养好了，把他们带着我们的技术比如到龙岗来，这些人教育好了，这些人的转移才能保证技术转移的成功。华东师范大学的那个钱旭红校长跟我说，他说技术转移是不能靠黄牛去转移的，对吧？对，就说哎，你比如我买个电影票买不着，我请一个黄牛去把你交给他钱，他去拿过来再转移给别人。他是需要一批既懂技术又懂管理又有创业热情又有企业家精神的人，这批人才真正是技术转移的核心。既有科学家的底色，企业家的精神，是的，能很好的兼容，那很难呢、这个是的。具体落实到我们这个整个培养的框架或者这个系统里面应该做些什么工作？其实真正改变这个世界的人啊，像埃隆·马斯克啊，乔布斯也算一个，乔布斯他是还微软的Bill Gates，对，他是既懂技术又懂管理又有企业家精神。是，创新创业学就应该培养既懂技术又懂管理又有企业家精神又善于创业的人。其实今后龙岗要吸引的人才也是这批人才。我对我们创新创业学院的定义就是，首先我跟传统商学院的不同，就是你首先要有深厚的理工背景，底层结构不一样。对，但是呢光懂技术也不行，同时你再去学一些管理。这个世界上就是说，你当你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你已经做的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那么今天创新比较成功的其实有两个案例，一个案例就是比如说硅谷那一代，它实际上是创新加资本，创新加资本的模式，对吧？那么另外一种模式呢，就像德国和日本是技术加管理。那么我个人觉得呢，就是说今后不管像龙岗或者深圳要形成真正的一个创新社会了，我认为中国是个制造业大国，我们14亿人口，我们两个都得要对，融合融合，你不能光靠创新加资本，也不能光靠技术加管理，我个人觉得两条路要同时走，创新加资本的要做，技术加管理同样要做。所以我们未来是不是迎来了一个科创企业家时代？我个人觉得未来是一种交叉融合。一个国家的竞争力最后是创新能力的竞争，创新能力，创新能力的竞争。比如说培根时代，他说 knowledge is power， 是为什么？因为当时获取知识的渠道很有限，所以你多掌握点知识确实是 power， 到今天也是 power。但是到今天，比如我一个苹果手机可以装几个大英百科全书了，我获取知识的渠道很多了。对，最终了，
是 creativity is power， 创新能力它实际上就等于说你把你学有的知识再加上你的 critical thinking， 然后呢产生新的这个比如 turning knowledge into useful technology， 把知识的转化为有用的技术，这个能力我觉得现在是考察今后未来一个公司一个城市甚至一个国家实力的最根本的东西。你这个能力强了，那你的竞争力就会越来越有。所以我觉得就到今天其实应该就是从 knowledge is power 要转换成 creativity is power 或者 innovation is power。希望通过龙岗深圳国际低碳城市及未来大厦，让更多的绿色低碳技术和产业在龙岗能够示范和孵化出来，为龙岗、深圳乃至全中国的碳中和做出示范与引领作用。